所有亲爱的哈，好听的歌哈，我们的秋大哥来，我们的双福啦哈。现在呢哈，这个舒花公路呢，真的越来哈，小路弯弯哈，第一要先请大家来坐好，行李架上的东西稍微检查一下哈，来，因为这一段呢哈，比较真的原味的上坡下坡哈。接下来我们来邀请我们的文贵。
没有喝啦，那个剩下那一点，我把它倒掉。待会呢就会经过我们苏花最经典精华的哈清水断崖这一段哈，以前的旧路就在隧道的旁边哈。来，我们这段路呢，大家呢不妨哦看一下，现在海面上看到的有很多的这个浮应该是浮筒吧，好，那个就是定制网啊，可以看一下哈。那很多的在过隧道之前呢，我们以前的旧路就在我们隧道旁边哈，隧道口你往外看啊，以前的旧路是又小哦又窄。还可以看到以前的这个旧路，现在呢都用隧道了哈。好，来我们来继续欣赏啊，这好听的《男人情女人心》哈。来，我们的李小姐吗？还是？那是要录的呀。超速也不是，还是怎样？超限。那个地方出来什么？音乐的音乐人超就知道了。我已经了解。我的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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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已经了解。我Thank you.
前面来到这边呢，属于一个比较热闹的部落哈，这苏花公路的崇德哈，崇德哈，这边是属于原住民的一个部落哈。来，接下来我们的菊音。来，今天先用麦克风嘞哈，来月星，谢谢你哦。亲爱的哈，我们的苏花公路呢，从那边哈出口到这边哈，那我们现在目前来到这边的是属于以前的横贯公路哈，花莲的起点哈。谢谢我们的菊音哈，来，接下来我们的桂渊，来，美女，等一下看一下我们的左手边哈，以前所谓的东西横贯公路就是台中的古关哈，经过南投到花莲，横跨三个县市的横贯公路哈，来左手边可以看到一个他以前都会停下来拍照的牌楼哈，前面呢就在前面。那右手边呢？等一下我会经过太鲁阁国家公园，那我们就进入横贯公路了哈。你掉。I'm gonna go to the hospital.
看到就是我们花莲太鲁阁国家公园的游客中心哈。来，前面来到这边哦，就是沙卡当隧道。那沙卡当隧道一出去呢，在我们的右手边，大家熟悉的哈、哦，来，4.3公里的沙卡当步道哈、哦，待会呢就可以看到哦。在右下方看一下哈，沙卡当步道的。来宾再次掌声鼓励，谢谢好听的歌哈。不好意思啦哈，阿莲自作主张哈。因为呢，好听的歌，我们先在这边先暂停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这一段路最精华的，以前的横贯公路，好、哦，那现在进来呢，沙卡当哦，沙卡当步道哦，那在我们的左手边呢，现在有一个新的哦，追路步道。沙卡当步道呢，有3间屋哈、哦，5间屋哦，这最原始的啊、哦，以前大家都走过。那再进来呢，就是长春池到天祥哦，目前。哦，横贯公路有通车的，大客车开放通车的就到天祥。那目前呢，我们可以进到燕子口九曲洞。那阿莲希望呢，大家啊、哦、难得进来，不要错过哈、哦、这么美的风景哈、哦。沿路的美景呢，大家呢啊、哦，我们来欣赏一下啊、哦，用最最最最幸福浪漫的心情啊、哦，可能有一些改变啊、哦，角度不一样啊、哦，看到的。啊，尤其是我们太鲁阁国家公园的峡谷哦，这样子的美景，外国客人哦，不管从世界各地来到台湾的，哈、哦，阿里山啊，123到台湾，台湾有个阿里山，好、哦，一定要去看那一道光。啊，等一下，脚比较不方便的哈、哦，就坐车子到出口去。好，来左手边看到那个就是长春池，有看到吗？底下有瀑布的，有没有看到？有，在左手边那边有没有？那个就是我们横贯公路的第一站长春池啊、哦，小桥流水，金碧辉煌，小小的山川木石不再大哈、哦。那你现在看到的呢？我们花莲的大山，好、哦、大山，你看近在咫尺，就在你眼前哈、哦。那我们左手边看到的呢？哈、哦，我们的利物溪的源头啊、哦，从合欢山呢流下来啊、哦、啊，到我们这花莲这边出口。那我们现在呢？哦，原路上可以看到哦，转个弯哦，看到的风景也就不一样啊、哦。那待会跟大家说啊、哦，这沿路看到呢啊、哦，有所谓的利用利物溪发电的发电厂啊、哦，你们待会呢有经过的时候，阿玲也会跟大家说，还有很多纪念性的啊、慈母桥啦哈、哦，因为呢老总啊、想念他的妈妈。哦，在这旁边呢，桥旁边有盖了一个凉亭，哦，这个什么叫思母亭呢、啊？哈、哦，啊，利用我们花莲特有的很硬邦邦的大理石啊、的特色，做了这个非常有纪念性，啊、所谓不一样的大理石的一个桥。那待会呢，我们在燕子口来跟大家说哈、哦，因为燕子口有一段是开放，让我们人车分道，你们可以下车步行。直接走过去，不走回头路嘛，然后就带到出口那边。我们在路口下车嘛。嗯。如果不要走的话，就是跟我们去坐车去出口的。好。
来，就是注意安全。好，请大家注意听哦，哈。待会我们到燕子口的时候，我们集体行动啊，我们可能会有所谓的个人的安全帽。好，所以呢，佩佩，请你大家安全帽有拿到，请你要戴，记得不要走回头路，不要走回头路，下车的地方我们直接往前走。啊，等一下，现在宁安桥，为什么叫做宁安桥呢？在我们的左手边哦，看到的是旧的桥，桥下面有可以看到一个不动天王庙，啊，不动天王庙有没有看到？左手边下面有没有看到？有啊，小小间的那一间不动天王庙，听说以前在开发横贯公路的时候呢，所有的工程师来这边，哈，只要成功，快要成功的时候，所以有很多所谓的意外，就是进行的不顺利。那三川牧师呢，大地有他的灵气，后来呢，我们台湾的一个原住民还是谁，就跟他讲说，哎，人家说哈，哎，应该要拜码头啦，哦，就意思说来到这边，你没有先去拜一下土地公什么的，所以呢，他们也是不妨，哎，就想说，哎，我们这一座山都是我的，你没有来跟我拜码头，你就哎亲门打猴这样子，所以呢，啊，我们的工程师就在这边，哎，小小的心愿就是去问，哦，就是盖了一间这个小小的一间庙。啊，就跟他广播，啊，跟他讲说不好意思，啊，所以叫做不动天王庙，啊，不动天王庙，啊，让他们开凿这个横贯公路的时候呢，啊，可以顺利些，然后真的也灵验了，啊，所以刚刚庙盖在那边，表示左手边的这所有的山，啊，都是属于我们，啊，那间，啊，小小的，啊，那个不动天王，啊，管理的。好，那讲到刚刚我们那个哈，来燕子口下车的时候，请大家佩戴我们的安全帽。安全帽每一个人拿到之后呢，往前走，不走回头路。下车的地方我们直接走到出口，出口那边上车，然后呢，啊，那能走的人，听我说，能走的人我们就慢慢跟着走。假如说，哎，我们的脚不方便，不想走的，没办法的，那没关系，你不要下车，你就坐我们的游览车，你就坐我们的游览车直接坐过去出口那边，这样子有了解吗？好，摸面孔啊，因为燕子口呢，他们出去哈，又一节的路，有一小段的路，哦，那我们呢可以欣赏到非常不一样的，非常壮观的哈，两个山谷之间，哦，那个震撼哈，可以看一下。假如说没办法的长辈，不是啦，不是没办法，比较不能走那么远的我们的长辈有没有啊？那不勉强哦，能走的我们就大家一起慢慢走啊。那假如说可能比较远的话哈，会比较累的，那你可以搭游览车啊，坐过去到出口的地方。好，到出口的地方你可以下车，啊，就在附近那边，啊，也一样可以看得到我们花莲的大山。好，这样子知道了哈。叫他不要抬那么高，那个镜子。对，那你挡到他的照后镜了，周大哥，不好意思哈。啊，我有了解哦，等他燕子口的时候下车的时间。在这个下车向头前行，无行倒转来，无行回头路，行紧七七行电头前，一天电行是错嘞。哦，行到头前的出口间呢，出口间呢，哎，你都该念电，哦，哎，你的车位是都该。现在我们看到右手边这个叫西畔发电厂，哎，有看到蓄水池，没有看到发电机哈，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利用利物西发电的发电厂。其实呢，它的发电机全部在右手边的山里面，好，全部都在山右手边的山里面。有看到前面的那个桥吗？现在看到右手边这有桥哦，这个就是要工程师他们发电厂上班的人呢，哦，走过去的啊，一个便桥哦，以前的一个便桥哦，走过去那边，然后待会呢哦，
它所有的机组呢，就在我们右手边的山里面哦。领安全帽的地方就在我们刚刚的右手边，然后明天我们有要去部落湾哦，就在我们的左手边哦，左手边那条岔路上去哦，就是可以直接到部落湾哦，溪畔隧道277公尺，现在进入这边呢，就是哦，我们刚刚溪畔发电厂。待会呢，我们走燕子口步道哦，来第一，安全第一，所以呢要注意哦，安全第一。来，我们三点四十分要走到出口，哦，下车之后，请你不要走回头路哦，就一直往前走。3:40在出口处那边上车，哦，来，因为呢燕子口里面有一些。隧道里面哈，可能有一些隧道，有一些明隧道哦，光线不是那么好，弯弯曲曲的，请大家下车走燕子口的时候，来，就是安全第一哈，要特别注意哈。走的时候呢，啊，一样，啊，我们还是啊尽量靠边边，靠右手边哈，啊。来3:40哈，啊，要记得在出口那边来上车。现在呢，请大家准备下车了。现在前面来到以前的旧路，现在呢是步行区哈，啊，来下车呢。